家来到这个游戏里，这个游戏会用不同的方式跟你们讲四个不同的故事，你们必须去了解这四个故事，并找出密码出来。只要你们在最后做出相应的号码动作，你们就可以回到自己的世界里。哦，这样啊，如果我们有四个故事的话，这样我们就分两组啊。Joey 跟 Chloe 你们去看两个故事，然后我跟 Lester 去看两个故事。 OK 走走走，快点。什么啊？我在玩绳子啊，你们要听我讲故事吗？要。我手上有一个绳子，然后呢分别有三个结，代表了圣父、圣子跟圣灵，然后呢我就轻轻地把它拉开，它就变成一条绳子啦。然后变成一条绳子呢，总结就是要告诉大家，圣父、圣子、圣灵其实就是神。哦，这样那个不是像那个 Milo 3-in-1 这样咯？是吗？是啊，这样这个故事的密码一定是一了啦。哦，我们找到一个密码了，我们现在去找下一个密码吧。OK。那那个密码是一号，就是。哎，我不知道。哎。Enter mountains
耶稣，因他要将自己的
自己的百姓从罪恶里救出来。接下来让我们唱最后一首歌。世界上洗净我们的罪，爱我们，无论我们做错什么事情都会帮助我们，
还是会依然的在我们的身旁给我们鼓励。在这个今天这个特别的日子，感谢你让我们依旧可以透过线上的方式一起聚在一起，一起来学习你的话语，一起来敬拜赞美你。我们把接下来的时间交托在你手中，祈求你带领，也祈求你让我们所有的人都可以有一个很健康的身体，一起来继续的去学习你的话语，还有去敬拜你。我们如此祷告，奉主耶稣名求， Amen。很漂亮嘞！你知道神创造天地第一天是创造什么吗？当然知道啦，是白天跟黑夜。讲第二天呢？是天空跟大海。哇，你很聪明嘞！我就不信第三天你还知道。第三天就是我啦，植物你不知道咩？你一直问我，你是不是不知道哦？叫我问回你啦，第四天神创造什么哦？我当然知道，第四天神创造太阳和月亮。像第五天呢？第五天神创造鱼和小鸟。小朋友，你们知道第六天神创造了什么吗？是什么嘞？哎，是不是他？哎，对哦对哦，是动物跟人。讲第七天神创造什么？不知道嘞。哎，我知道了，我知道了。第七天是休息日。哦，对对对。哎呦，很累啊，我们休息一下。OK。哎。欢迎你们来到第三个故事，我们会有八个福想要跟你们分享哦。这八个福是天国八福，也就是以前耶稣在山上和信徒们分享的八福。天国八福不是一个管道让我们去天堂，但是天国八福是要诉说上帝的恩典。如果不是因为上帝的恩典，没有一个人可以真正得到祝福哦。对咯，那现在我们会用故事来向你们解释什么是八福。首先我们要分享的故事是路德的故事。我们都知道，一开始拿俄米的丈夫和儿子都死了，那剩下拿俄米和他的两位媳妇，而其中一个媳妇呢，就是路德。
她们为她们死去的丈夫而感到哀恸，哀恸也就是她们非常的伤心。后来路德也没有抛下拿俄米哦，反而还跟拿俄米回到了伯利恒。而拿俄米的丈夫有一个同族的亲戚，他的名字叫波阿斯，他是一个大财主。当他知道路德在田里捡零碎的穗子时，他不但没有赶走路德，反而他很虚心的让路德常常与他的女仆人在一起，好让他可以捡穗子。在路德和波阿斯的故事里，我们都可以知道他们是哀恸和虚心的人哦。那我们继续看第二个故事，就是月色。小朋友们还记得月色的故事吗？月色是一个清新的人，因为当月色主人的妻子想要跟他同房时，月色并没有掉进试探里，反而月色还逃跑。他是一个清新的人，是一个正直的人。后来月色还被法老任命他治理埃及全地，这是一个很高的位置哦。小朋友们还记得月色说七年丰收和七年饥荒的预言吗？当七年饥荒的时候，月色的哥哥们来到埃及买粮食。虽然月色认得他的哥哥，可是他哥哥不认得月色。月色是一个温柔的人，所以他并没有当面指证他们对月色所做过的事，反而月色还帮助他的哥哥，还给了他们很多的粮食哦。后来月色的哥哥再来买粮食的时候，他一看到哥哥们就忍不住流下了眼泪。月色就向哥哥们相认了。月色之后也告诉了法老，法老也知道了这件事后，法老还让月色迎接他的父亲来到埃及。在以前，埃及人和希伯来人是不能在一起的，因为这是埃及人所厌恶的。所以我们在这里可以看到法老是一个怜悯并且明白事的人哦。小朋友，那刚刚我们已经说了五个福了，接下来啊，我们会继续去看看另外三个福的故事。接下去这个故事的人物就是为耶稣基督被困的保罗。保罗相信上帝拣选他向外邦人传讲耶稣，很多人都相信了，还纷纷建立了教会。有一次，保罗赶走了附在皮女上的污鬼，弄得那些被鬼迷惑了的主人生气了。那些人把保罗送到裁判官面前，说保罗扰乱城市，还传罗马人不准接受的规例。裁判官就下令用棍子打他，并且放进监牢里。保罗被逼迫了，但是半夜的时候，保罗依然歌颂神。突然发生了大地震，导致所有的监狱门开了。有一个狱吏以为全部人都逃跑了，所以他想要自杀。这个时候，保罗出现了，并且向这个狱吏传讲了神的福音，让他知道，让他和上帝可以恢复正确的关系。在上面我们可以看到，保罗是一个饥渴慕义的人哦，因为就算他遇到了逼迫，他依然歌颂神，并且传福音给别人。
除此之外，保罗也是一个使人和睦的人哦。哦，为什么呢？因为啊，保罗他很努力的使腓利门接纳阿尼西姆。阿尼西姆本来是一个腓利门家的奴隶，但阿尼西姆亏负了腓利门，他偷了腓利门家中的财物，并且逃去罗马。他之后就遇到了保罗，在保罗的带领下，阿尼西姆信了主，使到他与神和好了。保罗为了让阿尼西姆和腓利门和好，他就写了一封求情信，那就是腓利门书。他请求腓利门饶恕并接纳阿尼西姆，所以保罗为了使他们可以和睦，他也愿意承担与赔偿腓利门一切的损失哦。我们已经听完全部的故事了，这些都是有福的圣经人物啊。听了这些故事，我们知道我们很难像他们一样，但是不用怕，我们可以靠神帮助我们，给我们力量去成为一个蒙上帝祝福的人。我想你应该知道这一个密码了吧。水密码是八，对啦，就是八号。Esther，Esther，起来了！啊，什么事？什么事？好，我也不懂我们在哪里耶，你快起来先，等下我们不懂我们迷路了。哎呀，我的头好痛啊。对，刚才撞到我啊。你没有看到有钉在那边吗？就是因为你。快快，我们要去看一下那边，我刚看到那边有一个新的东西，我们要去看一下有没有密码。OK 了 ,OK 了。Okay. 拉我啦，拉我起来啦。哇，你很重耶，你快点啦。哎呀。OK,Let's go。那边有一个图片呢，我们过去看一下。你看那边那个人好像很难过这样哦。是哎，然后好像背出那个十字架，感觉这个故事好像很熟悉哦。嗯，是哦。哎，你看这个，他被钉上十字架上啊。是啦，因为他刚刚也是给人家打，身上有伤口那些。哦，好可怜哦。哎，那个是以前古代的那种坟墓来的哦。就是哦，就是哦。然后你看那个石头打开了哎。哎，怎么里面没有东西的，只剩下一个白布而已哦。是哦。Sophia，你看，这个不是刚刚在十字架上的人吗？就是哦，就是哦。这样我觉得这个故事应该是讲哦，那个耶稣他为我们的罪钉在十字架上了，然后三天之后他就复活了哦。哦，那我知道那个密码是什么了，那个密码是不是三号？应该就是三号哦。哦，我们已经知道密码了，现在我们去找周玉和 Chloe 吧。OK， 快点来。Hello， 你们找到密码了吗？你们准备好回去了吗？准备好了。一、二、三。啊、！OK， 你们准备好了没有？准备好了，准备好了。OK， 我找到的密码是一，我找到密码是七，我找到密码是八，我找到三。恭喜你们答对了。耶！Jingle bell, jingle bell, jingle bell, rock. Jingle bell, time, and jingle bell.
哦。喂，他们呢？不在了哦。我记得你给他明明是一棵圣诞树来的哦。哦，对对对，你刚刚有翅膀的，是不是天使？哦，我记得了，我们还有个圣诞老人啦，还有贝贝，贝贝，对对对，还有贝贝，我们一起玩，刚刚真的很开心耶。哦，原来我已经回到我自己的现实世界了哦。哇哦，哇，这样啊。我突然间想到哦，明天我们 Children Church 好像有一个 Zoom 哦，所以现在呢，我就要准备去上 Zoom 了啦。所以小朋友，你们明天记得也是要准时早上十点的时候去开 Zoom， OK？ 小朋友们，我们明天十点在 Zoom 见。不见不散哦，拜拜！你们一定要来啊！